我喜欢你，喜欢你很久了，而且一刻也不停的控制不住的喜欢你。嗯？喂，是秦赫伯家属吗？秦先生受伤住院了。什么？不是，他伤得严重吗？没事吧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这好端端的头怎么被砸了？我没事啊。没事就好，吓死我了。不过，你是谁呀？是，都这会儿了，就别开这种玩笑了。医生说我的头部受到重击，我……怎么了？是疼吗？我只要想回忆点什么，头就疼得快炸了。哎，医生，医生，怎么这么疼啊？你没事吧？你是我很重要的人吗？啊？我们之前很熟吗？你真不记得我了？我当然是你很重要的人了，秦赫伯。你是秦赫伯？不是，你是秦赫伯，我是傅双双，我是你喜欢了很久的人。我喜欢你？那我怎么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你不可以吗？我要是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段时间一直犹犹豫豫的。我其实早就不讨厌你了，我就是想当你出差回来以后就跟你说我喜欢你，喜欢你很久了，而且一刻也不停的控制不住的喜欢你。你不要忘了我好不好？你再说一次刚才说的，再说一遍。我说好好听，再说一遍。我说什么呀？你又骗我是不是？我没骗你，我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你说这句话了。哎呦，我头好疼啊！哎呦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你也受到重击了？头好痛啊！哎呦，那怎么办？那你把它传给我，传给我就不疼了，啊？这样可以吗？秦赫伯先生，您该吃药了。我痊愈了啊。